来，我现在转过头来看到我们另外这个团体，他们也都支持救国团的，我们谢谢你哈。救国团是不是从小我们对他印象就已经非常深刻了，对不对？对，他是带着我们长大的，对不对？对。还有我们的生命线张老师是不是救国团的？对。我们是不是支持他？对。谢谢你们，我们喊一下救国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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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是中华美誉，中华美誉来一下，救国团，救国团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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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在现场有好多好多有热爱我们中华民国的所有的国民，我们大家是不是都最爱救国团的？救国团是不是都是我们年轻的记忆？对。张老师生命线都是救国团，帮助了多少中华民的国民？对。能够下架他吗？完全不行，救国团要继续的在我们中华民国里头留存。我们要下架的真的是现在的政府，对不对？对。大家一起对救国团加油，跟着我喊：救国团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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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张老师，我们敬爱您。您帮助了我们多少的年轻人，而且帮助我们多少无辜可能受害可能无助的这些学子，他们今天居然下架你们，你们觉得公平吗？不公平。我们一定要支持救国团，对不对？对。只有救国团能够持续下去，我们中华民国我们台湾才会更好，对不对？对。救国团一定要持续在我们国家里头屹立不摇，才能帮助我们更多的学子，帮助我们更多的人，是不是？是。跟着我喊：救国团！救国团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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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谢谢张老师，谢谢谢谢。台中的人，是啊，你们都出来了，都出来了。是这个政府啊，说真的，让我们无法置信，怎么会这个样子？所以我们要走上街头，是，一定要让他知道，我们是团结的，我们要救国团，我们希望救国团能够更好，台湾人民更好，对不对？对，加油！国团，加油！救国团，加油！救国团，加油！张老师，加油！张老师，加油！张老师，加油！我们看到这个团体，后面写着“您不孤单”。张老师乐意帮忙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张老师也是我们从小的记忆。对，张老师从小一直伴随我们。对，当我们心里头有困扰的时候，我们心里头难过或不乐意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都会打电话请张老师给我们解惑，对不对？对。张老师，我们谢谢你。谢谢，不客气。来，上面还写的公益不分党派，不需要封存三十年。张老师，你们非常热爱我们国家，更热爱救国团，我们感激您，谢谢您。各位跑者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看到台大医院附近的公园路，聚集了多少的人群，多少的我们中华民国的爱国的志士，今天当场会要把我们救国团没收，大家认为这个合理吗？合理。我们非常非常气愤，当然在里头有一个重头戏，我们中华美誉合唱团也大家一起站出来了，大家一起为救国团加油，好不好？团结团结就是力量，团结团结就是力量，团结团结就是力量。我们真的非常谢谢中华美誉合唱团，因为他们的团结，因为他们支持救国团，因为他们热爱中华民国，我想中华民国永远屹立不摇，你今天再怎么样政府都不能扳倒他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对。大家一起加油。而且在我们中华美誉合唱团，大家看到没有，我们包妈妈97岁的包妈妈，
他也参加了，还有里头很多我们的爱国的华侨都在里头，我们非常敬佩你们。我要代表我们八百温家族所有跑者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救国团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来跟着我喊，救国团！加油！救国团！加油！救国团！加油！现在我们中华美韵合唱团已经走到中山南路徐州路口，看看他们的脚步多么稳健，他们从公园路一直走到现在，没一个人觉得疲累。对不对？对。我们现在为大家唱一首《团结力量大》，我这边发音。团结，团结就是力量。预备，唱。团结，团结就是力量。团结，团结就是力量。团结，团结就是力量。团结就是力量。再一遍。没错，团结就是力量。我们在里头结合了多少的团体，他们都来为救国团努力。我想因为我们团结，这个政府绝对奈何不了救国团，对不对？对。加油！加油！看一下中华民国地久天长，这句话一点都没错。中华民国要能屹立不摇，我们救国团当然也就能够屹立不摇。对，中华美韵合唱团，谢谢你们，大家一起为中华美韵合唱团喝彩，为中华美韵合唱团加油，为救国团加油，加油，再加油。亲爱的，我们已经走到凯达格兰大道了，大家看一看前面，就是景福门。在凯达格兰大道前面，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。大家看到了吗？深夜非常非常的吵杂。往回看看，这边是台南过来的救国团，是，加油你们！加油！救国团！加油！救国团！加油！救国团！加油！台南的救国团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来，中华美韵合唱团，中间看看我们包女士。他已经走到快到终点了，我们大家一起为大家加油，为包妈妈喝彩。前面这几位都是我们美国回来的华侨，华侨是革命之母。对，听说你们快要回去了是吗？是，加油！大家刚好掌握到今天这时间，一起来凯道为我们救国团干什么？加油！救国团！加油！真的，我非常感谢我们的华侨。我每次看到华侨，我都会感动，甚至眼泪快掉下来了。今天中华民国有你们，会更好、更美、更强大、更茁壮。谢谢，对不对？谢谢，加油！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中华民国没有你们，我想真的就糟糕了。你们一定要长期的、不断的支持我们，好不好？这边景福门前面了，我看到金门的乡亲，这边是金门的救国团，对不对？对。我看到你们不知道有多亲切啊！谢谢。我前后到金门三趟，那今天刚好这个机会看到各位，我真的非常开心。我们今天是为救国团来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大家为救国团来这边抗争抗议。希望救国团能够永远留在我们中华民国，对不对？对。来，这位是不是可以先自我介绍一下？我姓陈，我陈朱伟，金门主任委员。是哦，主任委员。是是 是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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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。那你们今天来了多少人啊？来了30多位。是，不简单。我们从金门来。是是是。那今天来了就是为了公理正义，对不对？对。是。那您是不是可以讲几句话？是。很荣幸啊，能够到台北啊走街头啊，为我们救国团啊争取更多的这个荣誉。因为救国团是在我们国家最困难的时候所成立的一个救国团，
所以我们一路上通通要支持，为正义、为和平，我们来争取这个救国团的党长，这是我们主要的目的。是，谢谢。我们永远支持救国团，对不对？对。我记得小时候的记忆，满满的救国团，对不对？对。救国团带着我们上山下海，带着我们学习非常多的技能，我真的非常喜欢救国团。救国团千万不能被这个民进党消灭了，对不对？基本的乡亲，我们谢谢你们，大家一起为救国团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救国团！救国团！救国团！谢谢，谢谢诸位，谢谢诸位。那前面标语：心理健康，人人有权，迈向幸福生活。那这是我们台北张老师联谊会，原来在座的都是张老师吗？你们真的很了不起。我们从小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张老师了。那你们张老师今天有来多少人？很多哈，应该好几百人。好几百人哈。哎，这位是我们张老师的联谊会会长。哦，会长是不是？联谊会的会长。哦，是是，联谊会会长。那我刚才问了前面几位年轻人，张老师他是算是救国团的里头的一个单位吗？是，早期是救国团的一个单位，是，但是后来我们成立了张老师基金会，是属于人民团体。是，那这一次这个政府他要砍杀的也包含我们张老师吗？啊，应该是包含在里面。那真的太没道理了。那我们救国团大家都知道的，我们年轻的时候是不是都跟救国团生活在一起？我们参加救国团多少活动？那张老师也是一样，我年轻的时候也都听了张老师很多的一些义举。那不是很多年轻人，甚至年纪比较长的人，他们很多的问题都求助于张老师吗？今天怎么会针对你们而来呢？所以我们也实在是搞不懂，张老师53年来从来没有休息过。是我们协助国家社会，帮助社会上的这一些人民百姓，哎，能够帮他们解忧，也能够在社会上起了一股清福的一个力量。是，但是我们这么做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政府要来打压我们。是，所以我们只好走上街头。是，那你们也都满头雾水，这样子为国家奉献的一个单位张老师，居然这个政府毫不领情，反过来还要捅大家一刀，这个我觉得太没道理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觉得张老师就是爱，是，所以不管国家社会政府怎么的打压，我们还是会一直勇往前，做一个公益道路上的一个支持者。这个最让大家人民佩服的，张老师，我们永远支持你，谢谢你们对国家对人民的付出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张老师就是爱1980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好，我们在凯达格兰大道啊，景福门前面，我看到很多44期学长都站在这边，来声援我们救国团，我们谢谢他们，真的谢谢他们。感念他们，来，我们在场有我们会长在，加油！我们会长你好，你好，我很感谢您今天救国团也来参加这个声援救国团的活动，对不对？一定要来的，一定要来哈！他是我们小时候满满的回忆，对不对？啊，年轻的时候，我们很多人都参加他的战斗营，对不对？对，啊，太多的活动。哦，真的是谢谢他，孟会长谢谢，也感谢你哈。来，左干事，你为44期的付出，我这个当小学弟的我都看到了，了不起，了不起。我们同学会啊，同学会今天响应800壮士号召，动员啊，动员来声援，参与救国团海外大游行。党会清算斗争不公不义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大雨天跑出来声援他们。您讲的太好了，希望我们全体的
同学都能够出来拥护我们救国团一生的对我们年轻人的支持跟照顾，大家加油，支持他，谢谢您，谢谢。好，我们的梁董，梁董在这边，梁董后面讲两句话。救国团是我们从小有的记忆，对他有难，我们一定要站出来。啊，救国团不但是救国，是救中华，救中华民国，救中华民国，救中华民国。民国人，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组织。教育，用徐先生有许多不懂事走学坏的孩子，阻止他们走上正途，对这个是发展成长都非常关心。我们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是有非常好的一个正面的作用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声援他。谢谢，太好太好，谢谢您，谢谢。各位朋友，各位好朋友，我们看到前面的是我们天然激动救国团的所有的团员，大家看到他们是不是生龙活虎啊？他们今天来的，对不对啊？是干什么？来抗争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们看到这位总团长，总团长，七组七的救国团，救国团加油！是，连燕军，经过单独叫大队长，是，总团长你好，你好，你好年轻呢，对啊，既不民主也不进步，现在就是希望年轻人能够出来，对待人民是不是？对，我全家都带来了，小孩子也带来了，一人救国团，全家救国团，是支持救国团，是我们满满的回忆，对不对？对，正义，对，我年轻的时候也跟着救国团去参加战斗营，对，没错，参加很多的活动。他带着我们从年轻到现在，我们今天居然说要把它消灭掉，我们的人民对吗？不对，这个不对，怎么办？所以要起来抗争，要抗议，民兵民反，我们要让这个政府了解，如果我们救国团为的都是中华民国的国民，对不对啊？跟党产有什么关系啊？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对，好。我们大家一起为救国团加油！分享跟医护朋友对话，表示看到这么多孩子就这样子。谢谢我们，谢谢总团长以及所有的团员，感谢感谢感谢。救国团在10月30日发起的公益、自由、和平、救国的大游行，当天下午2点起。分为公益、自由、和平三条纵队，从各自的路线出发，最后在警服门口汇合，成为救国大队，并走进凯达格兰大道进行大会师。因为这个政府的黑机关党产会认定救国团是国民党的附属组织，在今年7月份处分救国团应移转61笔不动产，近14亿元不当取得财产为国有，并针对已移转他人而无法返还的建物和土地追缴2.4亿元。这些不公不义如何让人信服呢？各位袍泽，各位朋友，刚才我们看到了救国团联谊会的会长，他讲张老师就是爱，这么几十年来，张老师的爱遍布我们台湾各个角落。你今天连张老师他们的基金会也要掠夺，真的是天理难容啊！救国团他这么几十年来，他为了我们国家对年轻人付出的贡献，你这个政府难道看不到吗？听不见吗？我们真的是很难想象我们的政府在想些什么，我不愿意去讲些难听的话，但是你们真的检讨过吗？你们真的反省过吗？一个救国团，一个张老师，对我们中华民国的所有国民的贡献难道还不够吗？你现在要把它收回，这是代表什么？无法理解。
请你们给我们一点解释，可以吗？欢迎大家踊跃订阅八百温馨家族，并请点选小铃铛，选择全部哦。谢谢大家。